人与人相遇是彼此的缘分，若要相知，请彼此珍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卑贱不过感情，最凉不过人心。树叶不是一天黄的，感情不是一天淡的，人心都是相对的，以真换真，感情都是相互的，用心暖心，没有谁离不开谁，只有谁比谁更舍不得谁。无论朋友还是爱人，别玩弄别人对你的真情，别伤害别人对你的真心，别欺骗别人对你的信任。真心要的是真诚，感情要的是回应。你若是不把我当回事儿，那你的事就不关我什么事。如果你总是对别人好，慢慢的，别人就会把你的好当作理所应当。在乎你的人，会把你放在心上；不在乎你的人，你做的再多都是白费。很多时候，现实就是这样，期望越高，失望就越大，付出越多，伤的就越深。眼里没你的人，你不要放心里；情里没你的份，你也不必再执着。感情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的维系，而是要两个人共同的经营。只有懂得珍惜才配拥有，只有懂得感恩才能长久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别把时间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事上，别把感情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该放手的要放手，该忘记的要忘记，该珍惜的要珍惜。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，没有人能真心实意帮助你，只有在乎你的人才会在你身边一直陪伴。在这个世上，能把你放心上的人也不多，若是遇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感情最怕欺骗，真心你要珍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